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艺谋。我们的新电影《归来》马上要上映了，我希望你去电影院看我们的新电影。你看巩俐和陈道明如何演绎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。去见他，妈做什么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好好的跳你的无情花吧。你去见我妈了。陆岩石跑了，你们知道吧？黄老师，如果知情不报，罪加一等。谁让他爸畏罪潜逃呢？方婉瑜，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，就是你爱人陆岩石同志。跟他多长时间没见过面了？20年。